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哈利与澄庆2016年和前主播张嘉欣再婚，两人2017年喜添女娃，让当时54岁的他再次成为人父。但他对爱女保护周密，至今都没让宝宝被曝光。近日趁好天气和老婆带着爱女出游，意外让小女儿首度露面。庾澄庆近日被拍到带着女儿外出，过程中她满脸笑容推着婴儿车，不时望着推车里的宝贝，挤眉弄眼就想博爱女一笑。步行过程中，夫妻俩全程看着小孩，偶尔抬头相视而笑，一家三口的画面十分温馨。最后哈林把妻女接上车后离去，老婆还被发现疑似拿袜子逗弄孩子的模样，一会儿又鼓掌大笑，看上去非常开心。庾澄庆除了和前妻伊能静生了儿子小哈利，2017年才又喜获一女。向来重视隐私的他，过去为了保护小孩还与前妻签下协议书，绝不让儿子曝光。这回生女他也比照办理，从不在社群网站晒女，对孩子极其保护。